汽车设计日新月异，除了应用更多轻量化材质，打造出更加安全的车辆，同时亦都因应环保，将耗油量和废气排放降到最低，配合众多新科技，带来安全又舒适的揸车享受。看看今年有哪些精选靓车，揀出你的心头好啦。我哋2018年里边咧，将会有三款嘅新车咧，将会嚟到澳门嘅，分别有我哋旗舰嘅 A8L 长轴版啦，将会喺6月嘅时间会嚟到澳门嘅。咁啊，今年嘅 A8 咧，将会一个好全面嘅革新嘅改变嘅，咁包括加入咗好多 AI 嘅人工智能啦，喺个车内笼嘅空间、后排嘅座椅嘅腿部空间咧，都增长咗嘅，加入咗好多嘅科技嘅产品喺里边啦。虛擬儀表板啦，咁啊，同埋新嘅中控台咧，都係用一個 touchscreen 嘅設計。咁佢裏後邊咧，亦會有一個多功能媒體嘅控制，觸控板咧可以調校一啲座位啦、温度啦，以及一啲車內嘅光暗嘅 A6 同埋 A7 嘅，亦係一個全新嘅改款。咁咧將會喺呢個澳門嘅第四季咧，就會到澳門嘅啦。大街小巷上面咧都見到我哋新嘅 Q2， 咁喺2018年裏邊咧，我哋咧 upgrade 咗幾項嘅設備嘅，咁包括後泊車嘅鏡頭啦、前後嘅泊車感應啦，同埋一個電尾冚嘅。咁咧，我哋會引入咧好多唔同嘅高性能嘅 Audi 嘅系列嘅，咁包括有我身邊嘅 S3 啦、S5 啦，以及咧亦可以訂購 SQ5 嘅，咁同埋咧 RS5 Coupe 咧亦已經嚟咗澳門噶啦。咁我哋今年咧廠方面咧就提供咗限量999台一個嘅尾碌嘅版本，我哋叫 R8RWS 嘅。咁咧我哋澳門市場咧亦可以咧俾澳門嘅客人咧去訂購呢個尾碌版。